具、跑酷、动作以及经营三大元素的疯狂动物园。玩家可以骑乘动物在草原上奔跑，但每种动物都有一定的骑乘时间限制和特性，一旦超越时限的话，动物就会愤怒的想把你甩下来。这个时候玩家就要使用套索跳跃到另外一只动物身上，延长奔跑的距离。如果跳跃到陌生的动物身上，还能够将它们带回动物园哦。之后再开放给民众参观，收取观光经费，强化营区，进一步强化抓回来的动物能力哦。